孔蒂霍重回意甲执教直播吧。9月25日讯，据意大利媒体 La Stampa 报道，孔蒂有可能会重返意甲执教，这名前尤文主帅现在成为罗马与米兰新帅热门候选人。孔蒂曾在切尔西取得过巨大成功，帮助蓝军夺得过英超冠军，但上赛季由于战绩不理想，最终离开了切尔西，目前赋闲在家。不过孔蒂可能很快就会找到新东家。罗马本赛季状态低迷， AC 米兰也同病相怜，这两支球队都很有可能会成为孔蒂的新东家。来自直播吧。